好，我已经三个了。从鱼文下的好朋友，那欢迎大家来到我家，然后也感谢就是大家这么关注我们的节目，也关注我。那今天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家，这个是我们家楼下的一个车库杂物房。那现在也平时我们也在这喝喝茶。然后最近呢，我是和我的家人在写这个春联和福字，这是每年的一个保留活动，那主要是送给亲戚朋友们，还有就是邻居。当然如果就同一屋檐下的这个观众很喜欢的话呢，我们跟节目组也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请他们安排送一部分这个我们写的这个春联，然后送给大家。在这里呢，我也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那希望这个春节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的节目可以陪伴大家一起欢欢乐乐的过一个年。那大家对我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，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微博号上留言，好吗？也很期待接着在这个节目当中与大家相见，谢谢啦。